师带来好听动听的歌曲。那么现场的嘉宾朋友，如果您喜欢的猎户座的歌曲的话呢，那么我们手上都会有这个 CD 光盘，里面都是猎户座非常动听好听的每首歌曲。那嘉宾朋友在待会结束之后呢，可以手里拿的 CD 光盘，请我们猎户座老师来现场的签名，你也可以跟猎户座老师来拍照合影，作为永远的纪念呢。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嘉宾朋友您，谢谢。那么来到了阿里山呢，有一首歌曲呢，相信嘉宾朋友也最喜欢听到的，也许您都比我们会唱。那么是哪一首歌曲呢，朋友们？对，阿里山的姑娘。但是在唱这首歌的同时呢，我们要邀请现场的嘉宾朋友，每一位先生小姐呢，到我们的舞场中间，我们大家手牵着手来共同的来唱这首阿里山的姑娘。那么我们的青年勇士姑娘们要邀请现场的几位嘉宾朋友，希望嘉宾朋友您不要客气啊，把握住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跟我们的青年勇士的阿里山合唱这首歌曲，一起跳舞，那个围着这个火堆，围着大圈圈，那么我们共同合唱这首阿里山的姑娘够深情。哎呀，拿行动捧起来。好，现场的嘉宾朋友，你不要害羞啊，我们来一个大圆满大合唱，大舞蹈，来代表我们这一次的非常圆满的一个开始，也是一个快乐旅程的开始。谢谢。
其实这个部落里面，我们很当初在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首诗，我很希望就是说，我要打造了一个梦想乐园，就是青山翠碧樱花红，云山露水茶亭香，喜迎宾客部落来，真心展现原民情。这个是我一直想打造的一个梦想啊，能够让所有来的游客在这个青山绿水啊，在这个鸟语花香的那么好的一个部落，体验到真正阿里山的山、阿里山的美、阿里山的真。谢谢。山的这个特色，哦，的由来是什么？由来就是说，刚刚讲过，在这个阿里山上，哦，海拔，哦，这个1000-2000公尺，专门都在种茶叶，还有那个茶籽，哦，来压榨，啊，那个都是有机的天然食材，我们取之于山上，用之于山上来回馈给啊，各位。各位民众来享用这个美食，哦，因为这个鸡啊都没有拿什么抗生素啦，生长激素都没有，纯粹是放在山上，哦，自然生长而成，哦，绝对是无毒无害，哦，吃起来健康又没有，所以大同这边特别是最大的苦茶油鸡来作为推荐，谢谢。